红色亮点，它就可以接受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非常的多好，好，
Thank you.
请把你能够写出来的答案都写出来。刚刚有同学说这个答案写不完，那你怎么表达出答案写不完，但是你却把答案写完？有方法？答案写不完不是用一些方法来表达写，写并不困难，但是有些人还在努力。刚刚其实我们现在算不出来的什么，关键是在这个地方多了一个位置数。刚刚这边是写七，不是写二弯。如果这边不是二弯，你会算；这是七，你是会算。刚检查过，你一点都是会算。所以也就是说，你只要不是两个位置数，你就会算。然后这个限制，因为这个限制我三的会加七的，于是它限制我答案是13，它就在限制我分配是12，因为它给我这个限制，所以我只有办法算出一个答案叫做12。这一题呢，它给你的限制是，我这个数字乘以3，这个数字乘以2，最后答案要3，它给你的限制是这样。并没有限制你 Y 要怎么样，没有限制你 X 要怎么样。刚刚的这个43把 X 限制在12，这个37呢，限制不了 Y， 也限制不了 X， 你变成很自由自在。那你怎么让你的自由自在可以让你关键想法就是，先让其中有答案，然后刚刚给我的限制，是三 x 加七等于3。现在给我的限制其实很单纯，这一个加这个等于37，两个加起来要37。加起来是17，刚刚还没写出来。这两个加起来是17，他给我的限制就是这个东西。好，我完成你的目标，答案很简单。
你学过，你每天能学到九年级，你会使用什么方法来告诉别人？答案写不完，而且答案是写不完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可不可以一次把所有的答案写出来？你们再怎么写都写不完，一直填答案下去，我再填答案下去我也写不完，我永远写不完，我再填下去。告诉你公司，
两个相加只要37.9，我让你等于 a， 另外那个就37扣 a， 我永远满足的限制。所以你要让 a 等于多少随便，随便给我一个数字我就给你答案，随便给我一个数字我就给你答案。这叫做答案不是。如果我现在不另外找一个符号，你可不可以直接单纯用 x 跟 y 来写？可不可以单纯的用 x 跟 y 来写？就是这个东西。先让你先试试看。2x+3y=37。我不喜欢第三个因素。这个方法，这个方法在高中非常的好用，这个叫做参数。好，但是你现在用的东西对，其实你一直都在用这个，你怎么用 nice 这些方法告诉我们？直接用 x 跟 y 单位去求。
果他只给你一个这样的限制，2x 加 3y 等于37的话，只给你这个限制，你会发现 x 跟 y 的答案会写错。然后这个限制呢？这个限制。好，这个 y 等于三分之37后六的原位，那这个限制在讲什么？因为一个是学生的外面，因为一个是学生的外面，所以不管你是丢什么，都丢脸。丢一、二、三、五、三分之三十七，丢二、十一哦，三分之三十三，丢三，三分之三十一，丢四，三分之二十九，发现。哦，规律。现在用这个，什么要回答？这个东西到底在讲什么 ？y 等于三分之三十七扣掉二，就是这个东西在讲什么？我一下子看还看不太清楚，我列表之后慢慢有点感觉。我不知道你感觉你看到什么？这边要讲一个刚刚有同学说的东西。现在呢，先起笔。你要看，你看东西要有感觉。像刚刚我在填数字，就不是乱填，零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有规律的。我有规律的，你让我发现下面出现的，下面这个规律在讲什么？然后它会让我们看到什么？你学了七八年级了，这个到底让你看到什么？先一分钟、两分钟先自己试看看，画图也好，不管你写什么东西都好，我希望你写下来、画下来，不管你用什么方式，你告诉我，看到这个表，你到底想到什么？想到什么？能够画什么？我都学过了，真的都学过了，我只不过想要带你们再重新看一次。我很期待你们可以让我可以好好的讲，因为有很多东西需要讲，所以刚刚三位男士真的是需要你帮忙。好，因为一个真正的课堂应该是什么样子？可以轻松，我会希望你们可以轻松的应对，就是你应对的态度、应对的语气、应对的语言。什么是好的应对，什么是不好的应对？我相信你们明白。其实我们互相在干扰，互相会影响对方。不想你看到什么？应该就这两个东西是谁？你看到的是简的，可是上不是简的。他是知道。不是，是这样。这个是因为在哪里出现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个字呢？相不相信就是他，相不相信？这个意思。从你开始，我只不过是方便而已。我们这边，
挂布是这样的时候，下面的变化为什么呢？你想变化的是这个，为什么呢？X 每做一次的变化，每做一个单位的变化，它会造成 Y 两个单位的变化。因为你是带进的这个，每一个单位的变化都会出现两倍变化。这边呢，这边你把它写清楚一点，它实际上是三分之三十七扩掉三分之二。X 在变的时候 ，Y 跟着变。X 在变的时候 ，Y 跟着变。一个变化，另外一个跟着在变化，可以看变化的这一种关系，可以让我看出变化的这种关系。我可以透过 X 的变化来观察到 Y 的变化，可以看变化的这种关系是。数关系，然后这一种函数关系，这一种函数关系，我用这个来举，我用这个来举，这个你们都有写过，这五分钟，你们都有写过。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写，我发给你们的学习单。当这个零到一，零零零的时候是零的时候是。零的时候是五，一的时候是七，二的时候是九，三的时候是十一。当我这边如果再密密麻麻，比如说，零点五，下面会有答案；零点一，下面会有答案；零点二，下面会有答案。当我密密麻麻、密密麻麻非常多的时候，下面我不可能停不下。这时候我必须发明一个新的方法。
老师啊，老师啊，再看看，关的时候呢，就是那个红色的女生一次。